郡主，二公子说您身体不太好，让小的备下宵夜过来看看。又老了。郡主，看您脸色不太好，要不请大夫来看看？不必了，替我谢谢二公子。好，那小的先告退了。玲珑，玲珑，你没事了吧？玲珑，身体好点没？我可要进来了啊！哎，吓我一跳啊你！你没事吧？不是，那有伤员等着你看呢。你会武功？干嘛，玲珑？我不是玲珑，我是狼隐，不是你把我叫出来的吗？啥？狼隐？对呀，别废话了，赶紧给我把东西还回去。不是，什么东西还哪儿去啊？我不知道。你可戏弄我！谁戏弄你，谁是孙子，我就是不知道。那谁让你还东西回去的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不知道。